一罐老婆饺。现在都是辣炒的了，天哪，烙汁就没有了，烙汁就没有了。尝尝看，挺香啊。哎，39.9给你们发三罐，家人们啊，就这，看不看着？真香啊！哎，现在这黄不多了，但是我也不爱吃黄天，我烫个。其实正常，咱就吃老婆饺，现在咱就吃那个那饺那块，特别特别哏劲。正常三罐都得卖你们80-90，咱家现在39.9，直接给你们发三罐，家人们啊。现在都是辣炒的，没有料汁的，这有黄，个别有黄。就爱吃这种哏哏啾啾的。辣炒的吃着有点微辣，那种辣辣的感觉，然后哏哏啾啾，口感类似于鲍鱼，家人们啊。可以加热吃，这个海鲜都有点腥，如果说你不能接受的话不要碰，不行就不叫海鲜了。吃的就是这种鲜味儿、鲜劲儿。就扒不出来，怎么着？这太好吃了吧！这是啥的呀？这是啥的呀？这是母的。35好友，整剩三罐老婆饺，叫上朋友一起搜两口，妙哉妙哉。